娘，大娘娘叫做杰龙，想得我细汉到大汉，都是阿兄一手抚养我长大成人，对杰龙我十分疼他。将来我都唔知影什么是欢乐，我阿兄在我的身躯边，我一直感觉真知足。只是伊个生理真无用，时常去到外口边四处奔波，为着伊，我嘛是真真烦恼呢。今仔日起来啊，西装打扮完毕，即间厝真尔大么间，时常嘛放我只用一个人。唔知影伊即马阿兄到底伫厝，敢是出门离去，不如过房来去看卖子。